大家好，我是吴秋峰，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秘境探险啊，往宝藏的路上。诶，宝藏离我们不远，诶，怎么走到一个死胡同了？哦，请跳我哦，没错啊，这边就是要开始跳跳了，左跳跳，右跳跳了，跳我跳我跳，诶，没路了哦，对面，喂啊，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什么搞得这么辛苦？哦啊，为啥啊？哈哈，嗯。飞哦哇，飞过来了哦！正常人真的，再说一次，正常人根本就飞不到吗？只有你啊，不正常啊，非人哉啊，非人哉才可以做这种事情哦。左跳跳，右跳跳，不知道跳到哪里，你想跳到哪里？继续往上跳吗？跳到上面那一个玻璃窗吗？跳上去看看。喂，哦，真的哎，哦，从这边跳过来嘞，哎呦，金鸡独立式，那现在嘞，喂，这里没东西啊，喂，再往下，哦，吓到我，哦，下面有地板吗？哦，马上就要展开枪战了，哦，马上就是一场激烈的枪战，射死射射射，哦呦呦，那个手榴弹，哦，爆了哎，死掉了！他不是想趴在那边射我吧？应该不是吧？这里很刺激哦！哦，射射射！我射射射！哦！哦，射射射射射射！哦，要爆了要爆了！射射射射射射！哦，专门打你们脚啊，看你们移动有多快！哦，又跑过来给我射了！有人这么接近了！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快不行了，我快不行了！我们在这边，坚持防守。射中了哦，重点哦，干嘛露出来给我射？喂，冲过去了，冲！我冲，我冲！哎呦，不要再冲了，前面好像还有一个人。果然有。刚刚就有看到，他拿什么枪啊？这么好，拿这么好的枪，射死了，射死了，捡一下他们的枪啦！还有人呢，到底是谁啊？怎么那么多啦？没事了，没事了，跳过去，跳过去，可以再跳过去，我跳过来了，看你。看你要怎么办？捡起你的枪啊！应该没事了吧？这里还有一把，都捡起来，都捡起来！然后我听到了，我听到了。Well, a girl and I've been reading some of the books down here, and it looks like there's some kind of secret gallery at the top of the church. Can you get there? Think so. 教会上头。Give us a call if you find anything. 走走走走走，他说要什么？哦，来来来，掉下来了。哦，没事就好啊。他说什么？到教会上面是不是？走吧走吧，应该是走这吧。教会上面没记错，哎，可是那一个门，上一次我去教会的路上那个门打不开啊。看来不是走这，走这里吧。哎，这里可不可以踹？不行。走这个藤蔓嘛，所以要抓那一个石头，抓石头呀！抓到了！哦呀！哦呀，哎呀，哦，哦呀，哦呀，会崩的，哦，从这里跳过去，不用跳，直接从这个藤蔓一直爬上去，哦，到教会里了，哦，新的路，这里是干嘛？这里又是开战，又要开战，请开战，哎呦，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爬进来的啊？喂，嘟嘟嘟嘟嘟，哦，死掉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跟我讲啊！我这么辛苦的才爬进来，解决了，解决了，我这么辛苦的才爬进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剪一下啦，要开始跳这个是不是？教会上面有路，教会上面有一颗爱心呢，这肯定是我们要找的，按下书看看，星星上面有两把钥匙。哦，星星上面有钥匙，所以我正前面这个钥匙，所以要去前面这个钥匙，是不是？
按错了，差点就摔死哦。所以我要开始跳了，啊，跳旁边嘛，飞檐走壁啊，正常人不应该这样跳的，伴随着岩石不停的崩落，太恐怖了，这要怎样？要跳这里哦？哇，跳得到吗？奈特什么都做得到啊！真是无所不能啊！我越来越佩服他了。哎呦，吓到我！你只是想转身是不是？转身需要搞成这样吗？跳过来了。现在要往哪里跳？这里应该跳不到吧？跳这里。呀哈！爬爬爬！有了哈！抓到了！搞得好紧张哦。为什么都要这么极限跳跃啊？我前面有一把钥匙左右各一把，那先从这一把来的，近的先来。爬爬爬，近的先来。跳哦，没问题呀！跳对面没问题啊！爬上来，走，原来这边也要跳，吓死我！我以为我要飞下去了。下去不知道会不会死这只有一层楼，应该好，我觉得会了。好啦，算了，要死要我搬下来是不是？搬下来了，搬下来没事发生，要两边都搬哦。那现在要怎么跳到对面？要原路回去原路回去对面，那要跳回去了这么刺激现在已经跳过一次了，应该不会有事了吧？跳。你在原地跳起来干什么？我不是要你跳到对面吗？跳到对面去呀！跳，我跳，超人般的举动嘛，真的是哦。对，现在嘞？现在要怎么跳？现在往哪里跳？现在往哪里跳？没有路了，要跳到这里哦，这么远跳得过去哦？怎么都没有角度啊？有了。刚刚那些角度，你叫我跳，我还不敢跳嘞。瞧好一点的角度给我好不好？跳，跳过来了，现在要绕旁边，跳过了，我们第二只钥匙我来了，第二只钥匙，这一大段都不用跳这么幸运哦，第二只钥匙我来了，等一下。我怕前面有破木板啊，果然有啊！再上一个已经有经验了，跳过去安全了，没事了，可以拿钥匙了呀，拉钥匙。然后嘞，有事情发生吗？门开了，放下来了，这么刺激哦！那要怎么过去？从这里，这里可以爬，这里可以爬。爬过来了，有链条可以抓，我抓到了，现在要怎样？跳到对面站到了，成功了，走进来了，那现在嘞？现在要做什么？现在要做什么？玻璃，进来这里了。这个玻璃不一样雷儿，找到了，推开玻璃，原来是要往内拉不是往外推You gotta be kidding！ 这个是那个吗？大魔头就在里面吗 ？Remember Roman and Navarro? That red herring you sent them on to get them out of the way? Yeah. Well, they're sitting right on top of the treasure vault. Oh, all the goddamn.Look, I'm gonna need a diversion to get them out of there. You got it, kid. One diversion coming right up. 苏利要引开他们的注意力。Once they're gone, meet me in the mausoleum. But come through the catacombs. It's safer that way. Gotcha. Now I'm just gonna get past all these goons without getting noticed. 所以我们要正面突破，然后苏利从下面走。好吧，我们要正面突破了。小心一点。谁要去会死？会死。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走，爬，我爬。这里有藤蔓，藤蔓可以爬下来。为什么要搞成这样？他们走出来了，走出来就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开战了。
诶，这里有一把好像很强的枪。哎呦，狙击枪哎，捡起这一把狙击枪。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拿不起来了。狙击镜，有谁要让我狙击一下？哎，这里有一个人，哎，不见了。哎，怎么刚好狙击不到人呢、啊？在搞笑哦，他走出来了，现在可以了，有角度了，射你哦，射到你的腰了。哎，还有人吗？在这里。哦，扫描枪的哦，有扫描镜头的人出来哦。喂，哎，这个，哦，又一个了，啊、哦，这个了，换这个了。哦，哎，谁在打我？谁在打我？是不是你？哎，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射什么射啊！哦，打完了，回去捡回这一把枪，捡回这一把好枪。哎、欸，噔噔噔，喂，再来啊！哎，谁从哪里射的？在哪里？你从哪里射过来的？这句话就快要变成我的口头禅了。你们从哪里射的？每一次都觉得莫名其妙就被射了，在哪里啦？人呢、欸？哦，在这边。哦，在这里。哎、欸，你什么时候走上来的？哦，滚！我就快被你打死了。你很夸张哎，你。哎、欸，太强了吧你。哦，走这里。喂，喂，嘟嘟嘟嘟嘟。哦，射到了。哦，等你死。哦，倒下了没了？还没有。这么强哦！哦，倒了！哦，解决这一趴了啦！哦，没再怕的了。哎、欸，其实会怕了，解决就好了。赶快往里面走，捡一下他们的枪。哎、欸，不用捡了，满子弹不用捡。哦，哎、欸，我又听到声音了，谁？又是谁？又是好多人！哦，一个死了，两个死了、欸。喂、欸，这里有人。哦，喂，哦，有人偷打我，真是可恶！哦，有人偷打我，哎呦，他们人在哪里？喂，人呢？刚才从哪里射我的？哦，去捡那一把枪，捡这一把枪，然后冲过去。喂，哦，死掉了！哦。还躲在哪里？躲在这里。喂，不要跑啊！射到哦，爆头哦，爽快的爆头啊！我可以开门了吧？开门啊！哎、欸，开！哎、欸，走进来了。哦，嘿，你怎么这么快 ？So what's next? I don't know. I'm figuring it out as I go. This is definitely the right place, though. 这里是正确位置哎。哎，哪里正确了？慢着，这些记号或许有些作用。看一下书本这些记号对应到这旁边的记号是不是？我来看看，哦，上面有杯子、剑、书、船锚，还有一些怪怪的东西。哦，这里有一把剑哎，剑，哎呦哦，两刚好颠倒，按住。然后转，我再转，我怎么转到错边了？喂，哦，转到这样，对不对？书上是这样显示的。船锚没有改，啊、哦，没事，船锚不用动。再来是什么？贝壳。哎，确定呢、啊。贝壳要转，哦，转。啊，贝壳转，然后这里还有蛇头朝哪里？蛇头朝左边，按住，蛇头朝左边，好，很好。还有吗？哎、欸，不用了，转完了。哦，是有动画了吗？哎、欸，没事发生了。哦，有，哦，石碑上升了。Looks like we're in business. Yeah. 我们发现秘密了，不过好多西洋古陶哦，死人骨头这么多，
Heads up！ 哎，都这样乱丢，对死者不敬啊。不过里面更多嘞。What do you make of it？ I don't know. Could be a dead end. Wait. It looks like there might be a passage this way. 哦，踩到机关了。Oh shit! What the hell's that？ 哦，苏力。Huh？ It's a trap！哦，苏力，哦，石头就这样压下来，好恐怖哦。Sullivan， are you okay？ Sully， yeah， yeah， fine。哦，苏力没事。You knocked me on my ass， though。Yeah， well， you better get back to the library。你的小屁屁没事啊，放心的。We're gonna have to find another way out of here。要找其他通路了，我们被困在这里了。Well， there's no way but forward。Yeah， yeah， 哎。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哦。哦，想不到这一次，哦，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了。嗯，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拜拜。这个灯上面还有刺哎，打到会掉下去吗？回冲过去，哦不，真的会掉下去，会死人的灯哎，搞得这么。